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一个菜市场吧。那是一个很窄的路，然后两边儿有着参差不齐的房子，是那种土黄色的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大概只有4层的楼房，然后看起来很旧。这条路的两边会挤满了卖菜的人，他们的菜放在那种大板车上，是那种有着很大的轱辘的那种车，只有2个轱辘，然后其他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板，上面放着菜，在路口会有一个摊鸡蛋饼的阿姨，我的早餐经常是在那儿买的。地上很脏，有卖鱼的人，他们的卖的鱼，盆子里的水，还有鲨鱼，使得一些很脏的东西都会流到地上。然后旁边有个公园，然后我小的时候，放学都会到这个公园里边去玩。公园很小，它的地是那种泥土，就是纯粹的泥土。早上会有老年人在里边锻炼身体，还会有一些树，有一些藤类的植物。在一个像葡萄架走廊的地方上长，就是铺满了那个架子。夏天的时候很漂亮，到处都是绿色。我的家乡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去了，然后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。然后我的爸妈在上海，但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的亲戚，他们都在连云港。因为爸爸希望我回去看我的奶奶，所以我今年还是回了连云港。因为没有住的地方，所以我是要去住到我的四姨家。因为买票买不到，北京到连云港票很难买，我在网上没有抢到，然后就打算先到徐州，然后转车。然后到徐州以后，没有找到当天的去连云港的汽车，已经票都售光了，所以我搭了最晚的一班火车，是11点半到达连云港。那一天是除夕夜，因为这边工作放假就是在除夕那天才开始放假，所以我回家很匆忙，当时就到了我们家乡的那个火车站。那个火车站很小，设施就是经过了北京或者是徐州火车站，我会觉得家乡的火车站的确是一个很小的火车站。然后出了那个火车站，我打不到车，因为那个除夕夜可能司机师傅们都回去，就是与家人团聚了，我就一个人在那个火车站那边站着，等我的四姨夫他们来接我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得很早，去看我的奶奶。我当时去的有点晚了，因为我四姨家和我奶奶家离得有点远，但是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放了一桌的菜，都有点凉掉了，但是没有人吃，都在等我，然后当时就有点过意不去，但是也很感动。后来他们就是大家在叙旧啊，然后聊到了我家里的事，然后我就和我的姑姑就是抱在一起哭了。后来的几天就是很多亲戚都要我去他们家住，
所以我就今天住这里，明天住那里，就奔波得很辛苦。对，但是心里还是很开心。其实也很想说，我就住这儿，多住几天好了，就不要再换来换去。但是，